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汉服折纸书签。这里呢是我做好的四个样品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四款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遇到的一个汉服服饰，分别是袄裙、齐胸襦裙、被子还有曲裾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其中的一种袄裙，大家看一下。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分别分开分上衣和下衣两个部分分开来做的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材料，这个是我提前剪好的一个牛皮硬卡纸，已经打好这个洞了。这个是14厘米的一个正方形纸，我已经把它拆开两个部分。翠花折纸这个材料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得到，大家都可以买得到。这个是7.5厘米的一个正方形纸，这是我提前画好的一个小样，人像小样。好，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上衣部分，沿中线对折，再对折，反过来，大概在这里裁剪5毫米左右的一个细细的长条，我们沿刚刚画的线把它裁剪开。展开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斜对折，这里是我们衣襟的一个部分，沿中线对折，我们把这些多出来的部分剪掉。沿中线对折，我们沿着刚刚画的这条线把它裁剪开。多余的线擦掉，展开，我们上衣的一个部分大概样子就出来了，把它修剪一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衣领。5毫米左右，裁剪一个5毫米左右的一个细长条，先打个底，后面我们这个衣领最后再粘。
还需要两个袖子部分，需要填充一下。也是大概5厘米左右，5毫米。稍微修剪一下，那接下来呢，来做裙子的部分。你看一下中间部分呢，这个褶子部分是比较宽一些的，我们先预留一下，这个宽度大概1.5厘米左右。好，我们来做上下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应该折过扇子，像折扇子差不多，迂回折叠。每个褶皱部分间隔一定要均匀。我们来折另外半边。背面多余的部分裁掉，修剪一下。
这是我提前画好的一个人像小样，我们沿着这条线把它裁剪出来。我这里没有买到黑色的纸，我只能给它简单上一个颜色。我们最后来把它组合起来。